神秘怪道。嗰度啊！我一个圈套，我被 K 二十陷害噶，我知道自己要做啲乜嘢。你教我点样做盗贼？只要你可以捉到佢，你就会冇事。根本就证明唔到你唔系 K 二十。金城武，你放弃把啦！从龙子，明日先生，全力揭开面具背后之谜。K 二十怪人二十面相传，11月14号电影亚洲频道首播。